严老师买瓜，买一个多，买三个差。问你严老师带了多少元？来，结合图来吧。首先我用一条线段表示严老师带的钱数，假设带了这么多，买一个多了4元。假设我又用一条线段表示一个瓜的价钱，之后这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？对，多的4元。接下来买三个差了10元，买三个，看一下啊，我再在这一个的基础上再添两个，一个，两个，差了多少？3元。哦，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差的10元？好，现在结合这个图，你们认真观察下，这一个部分到这一个部分有几个瓜？两个瓜多少元？14元。是不是14元了？很简单了，也就是说两个瓜是14元，就是这个三个比这个一个多出来的两个吧。那么一个嘞，一个7元，就是7元，也就是说一个瓜7元，买一个还多了4元，所以带了多少？11元。7+4=11。